这米其林的台式炸鸡真的好吃吗？你们有吃过米其林餐盘的台式炸鸡吗？超级名店哦，叫做格登炸鸡，每次来都在排队。鸡翅两只一组50块，哎，它的鸡翅很酥，哎，超酥，一定有所知了这个。我觉得很赞，这家的烟很屌，它是咸派的，咸香的感觉是很棒的。它面皮很薄，它是薄中带脆，有点像艺术品，蛮厉害的。它的那个鸡皮也是锁在肉上面，这个炸法应该是厉害。哎，我加码腿排，很大块呢，不能吃太多，吃多了就会有微笑。各位，快乐就是如此的容易呀、啊。哦，好烫好烫，这个汁好多、啊，为什么好好吃啊？哎，腿排比较甜，因为汁的关系，腿排很强，还好有点。我觉得质感好赞哦，肉嫩，这腿排好厉害、啊，这腿排应该是今天最强的哎。腿排，我个人觉得通化的格登是最强。各位，如果你是凌晨一两点看到这支影片，我只能跟你说抱歉了。